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，哎，那是他吗？应该是哦。然后出来的时候确定是他，我就开始兴奋起来。那个时候觉得他很害羞，然后呢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也挺紧张的，就用手机要拍他，他就很害羞，就哦不要不要不要，哦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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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他好爱拍照，假装。但是我看到他的那个哦不要啊害羞的那个样子，我就觉得他好可爱啊。香港的 Victoria Peak， 我们晚上去看夜景，有很多人就抱着他，因为不希望他被别人推啊，被别人挤啊，并且我就想抱着他。我上去那个路啊，是山路，盘山路，然后就特别的陡。然后当时在急转弯的时候，我就吓一跳，他就立马就握住我的手，我就觉得还蛮有安全感，顿时哦，觉得他很 man。再养一只大的狗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个小的法斗，然后再有我们的孩子们啊，又平凡又美的生活，不要求太多，也不需要太多。但是其实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如果能够跟你在一起，我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。我想象以后坐在沙发椅上靠在一起看电影啊，然后开车的时候听听歌啊，听到我们两个都喜欢的歌，我们就会很放松的这样子大声的走音的唱出来，我走音的唱出来，单单声音很好听。You look like Wang Fei. Wang Fei? Yeah, yeah, I am. 为什么我要在前面？我脸显得如此之大。啊？什么？The best things you have to work for， 也就是说，努力才有价值。为了距离而放弃，这是一个很近似的。可以这样子讲吗？很近似 的做法。反正在我看来，我是没有想过要放弃，因为我们觉得彼此都非常合适，而且很难遇到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一拍即合，就是好像没有需要磨合的地方。I'm ready. 多伦多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erminal 3，离开的 Terminal， 好讨厌那个 Terminal。最艰难的时候，那肯定就是在机场的时候啊。我觉得机场是一个很复杂的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就是很复杂的一个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次见面去接对方也是在机场，可是我们分别也是在机场，所以对机场那个感情很复杂。很谢谢丹丹跟我一起做我老婆，跟我相依为命。我想到60岁，我们还会很亲密的，就是对对方说 I love you。到地球的另外一边去找一个人愿意跟你相依为命的，我觉得这非常难得。我觉得我在那，我现在就已经很感谢丹丹愿意跟我这样子，更不用说到60岁的时候。You know， 我觉得这个就很感谢，就一切都很感谢。
那你对即将见到的我那些朋友们想说什么呢？谢谢你们把丹丹交给我，我会好好的照顾她啊。然后我觉得，我觉得丹丹真的很高估我啊。我觉得，丹丹心目中的我比事实上的我实在是好太多了，所以我会啊，我会尽力的做成丹丹心目中的我。